我的妈呀！哇塞！说你们省布料需要省到这种程度吗？保有了裤子最重要部分，就是它有腰头有拉链口袋。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专业。对，我们散开让专业的来。欢迎收看 Talk 一杯，我是主持人郑伟博。随着这个疫情在过去一年的影响，其实它不只是让影视音产业产生了这个产业的变化，也在时尚界它的呈现有别于过去的实体的走秀，而转成了数位线上。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国际时尚设计大师詹普以及大元，今天要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你的新的作品，这个梦中搜查令。来，让我们欢迎两位。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元。大家好，我是詹普。你已经来第二次，照理来讲应该是老司机了，为什么还是如此腼腆？他本身个性没有很擅长讲话，对，但是其实我们本节目最厉害的就是激发创作者的这个灵感以及潜能，就是今天能够让你侃侃而谈，对，而且呢，除了就是在你的新的作品的设计理念分享之外呢，随着这个夏季的到来，有很多的时尚，不管是今年的潮流也好，或者是常常以这个40岁世代的大叔来讲，觉得有点理解不能的这些时尚的这个呈现，我觉得也今天要请教于两位。好，对，那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最特别的就是来到这边都可以拥有自己专属的特调，而詹普老师你已经拥有自己2杯的特调了，再就加上今天，所以我要邀请到的就是 4Play 的老板，这个东风街第一帅、东区第一帅的调酒师 Alan， 来，欢迎你再度前来。这个是梦中搜查令同名创作这杯酒，对，它主要是。看到这上面这个啊，因为我看，其实我看那个 YouTube 的那个影片看了很多遍的，就是如果今天要潜入意识也好，或者是要了解一个人也好，你扒开那一瞬间是咸鱼，所以它有血与肉在上面，有血与肉，对。但是你到进去内心的时候，发现它的要求只是很单纯的，所以下面我用伯爵茶把颜色给抹掉，所以它喝起来是有气泡的伯爵茶的味道。请问肉是什么做？肉是火龙果。火龙果，对，血是红酒。其实看起来蛮像纯玉的，烈焰红唇。那算是扒块的皮啦，扒下来的皮，这么惊悚？对对对对，蛮惊悚。血是红酒，红酒。对，所以在喝的时候，就是如果就口喝的话，你会先感觉到红酒，后面会有一些伯爵茶，然后清爽气泡感这样子。好，对，你看那个詹普已经自己喝了。对对对，你可以喝。我最喜欢那个来宾真情流露。对对对，直接先干掉一杯，然后再上一杯的。您那外面这是什么？它是火龙果哦，这是可以吃的吗？它是火龙果啦，综合莓果干。对，然后我们就只有做一些综合水果的果汁嘛，然后剩下的果渣以后我们再去做填压跟风干，让它变成一层皮的样子，所以它也可以拿来吃。对，它吃起来有点酸酸的，而且很清爽，在夏天来讲其实蛮合适。喝饮料啊？对对对，好，我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来聊聊，就是在前阵子你在这个伦敦时装周的这个秋冬系列发表的这个就是梦中搜查令。其实这次依然就是跨界的，将这个时尚与电影就结合，还有这个科幻想象、梦与潜意识融入到你的这个时装秀当中，对不对？其实不容易耶，因为有别于去年这个凝视镜中之花，你是再次的让它影像化、跟数位、跟线上化。而且这次的亮点是卡斯再升级，有超华丽的卡斯阵容，对不对？有大美女大元，然后呢，还有哪些男生呢？有莫子仪、小莫，对，刘冠廷，对，还有其他韦宁啊，韦宁，对不对？宋画、黑佳佳、宋画、黑佳佳、杨静，这一次这一系列这个一字排开的这个大牌，你是怎么样的2.0升级的？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华丽的卡斯。邀请来的这个故事啊，以及为什么会是这几位？其实我们经历了上一次第一次影像化时装秀之后，就是一直在想说要如何继续透过影像来呈现时装秀。毕竟实体的时装秀还是有些项目是无法取代的。那我们要发挥影像的优势，影像的优势也许是镜头可以更近，可以更远，可以看到
物料不同的细节，然后可以因为可以事先准备，所以可以更有更多充裕的时间跟更多的空间去打造这个世界观。那有了世界观，我们可能就有机会放入更多的角色，有了更多的角色，也许就会需要更多的演员。大元这一次就是作为这特别的演出啊，其实为你的作品增加了哪些色彩？你先讲，我们再请女明星分享。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角色，然后希望这些专业的演员可以透过镜头的演出带动剧情 的推演，让大家在看时装秀的过程可以感受到故事主线的进行。然后我们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奇幻色彩，像本来我们在选什么样的演员适合，或是在提出邀请之前，都会跟情境跟服装一起思考。那时候想象中的大元是很适合出现在一个梦境奇幻中的场景。梦境奇幻有很多种奇幻，在你心中的想象中，它是哪一种奇幻？那时候想象的，就如同最后影片中所呈现的，其实是在一个很黑白灰色系的沙漠，然后里面有恐龙骨骸，因为恐龙骨骸一直是我们服装系列的共同的主题元素，代表时间流逝。可是想象中大元是一个很坚强、很乐观，有的。然后又可以存在在奇幻世界中的角色，就即便远处好像有沙尘暴，即便那个架空世界好像快要崩解，梦好像快要醒了，他在里面还是很沉醉跟用自己的节奏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过去认识的大元可能是青春甜美，然后彩色绚烂，你这次成为沙尘暴女神的概念。所以我蛮惊讶的，因为在就是大家对我的感觉是比较活泼，但是因为这是透过就是占卜他们找我演的角色是比较那种高冷然后执着成熟的，所以我觉得蛮意外，然后谢谢你让我就是有机会参与演出。就是这个戏路的突破，对，演高冷。对，就是完全在沙漠里面，然后很专注的人，很执着在作画，然后就算有沙尘暴来临，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然后我还是很沉着在鱼的画作里面。这跟过去我们就是看你的形象很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你是比较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吗？我就觉得蛮适合看到那个影像呈现，就发现，原来我如果不讲话，然后很认真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是还蛮有气质的。所以透过就是不同面向的我这样子，透过了占卜的作品。然后尹正好导演的影像，你可能发掘出另外一个自己，对，另外一个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呈现，让人家呈现就是高冷的一个形象。其实因为跟梦有关的主题占卜，你会去特别去研究梦吗？因为我们常常说弗洛伊德，然后梦当中去呈现的，可是你心理的层面跟潜意识，可能我们常常在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不断坠落的这个梦，它反映了你的心中的不安全感啊。那你在创作这一系列的时候，你对梦有什么新的认识？有一个在创作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对这世界观跟主要角色的人物设定，就是想象中这个失眠的侦探，他是可以穿梭在不同人的梦境之中。那每一个人的梦境其实是很多记忆的碎片跟想象的复合体，就里面情境跟遇到的人事物，其实跟真实跟记忆是有相关联的。就除了一部分架空想象以外，很多很多都是自己接触过的人事物。那会不会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穿梭在这些记忆的碎片当中，他不小心遇到自己认识的人或认识的情境，他会舍不得离开？其实整个故事想说的主要是这个。其实真的蛮多的意涵，来干一下。有些时候睡不好就多喝一点。我刚刚喝几口，发现蛮厉害的，蛮厉害的。我现在有点很微醺的状态。本节目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自由的喝，然后呈现、这样子比较自在放松。对对对，就比较 relax。而且你会发现占卜他真的一口一口默默喝，他从上一集就是那一种瞬间，他那一杯就会喝完。真的，对。所以可以直接点第二杯，有啊，他来这边扣打应该是四杯起跳。我想要就是同时在问的，就是我们在想的梦跟潜意识，它可能你要把它具象化，或者是把它就是直接在这些媒材啊、服装的素材上面呈现，你要怎么样把它能够很从你的印象脑海当中具体的呈现在这些布料上面？
是，过往我们的服装秀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情景，就以前是实体时装秀，所以我们必须把元素全部发射在服装上。那这次刚好因为透过有影像有故事 的呈现，然后跟很多很多机会跟殷正豪导演一起讨论，有更多用世界观跟用剧情来做角色的推演，所以角色可以穿更属于他们人物设定的服装。像这样子吗？这比较像是另外一个主题。那在梦中搜查令里面，因为有了一个主线剧情，那我们可以顺着主要的视角，尤其是墨子扮演的失眠侦探的视角，去透过他的视角去见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境。可是其实这些设定其实都是呼应了一个实体的时装秀，而且就是像我一个可能是时尚秀现场看的门外汉，以前就是。我们坐在那边，然后这个 model 就走进来，走就走了，细节可能也不见得看得到。那透过了微电影，是不是反而让大家有特写，有那种更深入其境的感觉？你会一直想要跟着故事走，然后又可以深入剧情，然后又可以看到就是 model 身上的衣服的细节。而且在线上播放，看来不及还可以回放。对，可以一直不断回放。对啊，那对于设计师来讲，这样新的呈现会不会反而是让你可以更自在、更宽广的创作，而且细节可以让大家看到？会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因为过往在实体的时装秀的时候，大家眼睛是可以自由捕捉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抓你想要看的重点。如果你想要看配件，你可以从头到尾都看配件；想要看发妆，你可以从头到尾都看发妆。可是，在影片当中，它只有一种视角，所以必须透过摄影的镜头来设定。那这有好有坏，好处是也许可以看得更细致，缺点是也许镜头没有带到的地方，那你就看不到了。所以变成如果要合理的看到服装的每一个片段跟每一个不同的细节，可能要利用剧情的推演跟镜头的设计，然后来带过这全部的细节。不过因为有影像的设定的关系，其实回到秀的本质，就是诉说一个完整的故事，跟诉说一个完整的系列，也许有更多前置跟后置的机会。大元，你这次跟占卜合作啊，就是这样相处下来，我自己对他一直以来这个朋友的印象，他衣服都穿黑的。你这次跟他这样合作一整个期间，你有看过他穿鲜艳其他的颜色？好像没有好像都是黑色、白色，对，都是黑色，对，就比较低调为主。跟他个性其实蛮类似，就是比较偏害羞。他其实是一个很内敛，跟脑子非常多的 idea 跟灵感。然后除了喝酒之外，相较于喝酒是比较害羞的。可是，一旦拿了酒杯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镜头，对不对？如此的奔放。对。但是我就像你讲的，我认识的阿普是黑、低调或者白的搭配。为什么是很多的设计师都喜欢这么简单吗？其实我不太知道大家的搭配，不过我自己是很喜欢黑色跟黑白灰色系的组合，因为我很喜欢织品的变化。有时候单一色系其实反而可以更专注在一些针织排列组合 的不同，然后黑色又是一个很东方、很神秘的颜色。可是我觉得就是川普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平常就是自己穿的黑色，但是他的作品都是就是。他是借由那个作品展现他奔放的个性，然后自己本身很低调，他奔放给你奔放。对，就是我像我那时候拍摄的时候，他衣服看起来好像就是很简约很简单，但其实他的小细节是都是性感的。他可能从侧边，然后就是一整排就是针织的显露，就是直接是大漏洞哎、欸，是展现性感。对，他是属于这种优雅而不失礼的性感。对。想说这可能是东方的服装品牌可以展现 的特色。它有它的美感在，然后它的曲线在，但是没有那么张狂。那你除了黑色、白色自己的服装的这个品牌跟衣服搭配之外，你会去穿其他设计师的衣服吗？会啊，其实会穿不同的 NBA 球队的 T 恤，或者是你穿，然后我会穿 NBA 球队的吊嘎啊，还是运动外套 T 恤。T 恤好难想象哦。然后跑工厂的时候，为了方便，其实可能都是短裤跟 T 恤的装扮。然后也其实我也蛮常穿一些漫画或是电影世界观主题的 T 恤。像是哥吉拉、复印战士。哥吉拉这一题，我等一下真的好好的请教你。我大概本节目后段都在讲讨论哥吉拉。对啊，所以说其实这样的这个低调的是属于企业形象，就是个人形象吗？那
因为这也算是我们自己的作品，然后其实平常也会希望自己可以试不同材质我们的服装，因为过往其实在这一季之前我们是没有男装的，但我会希望用同样的材质来做一些。你需要加厚一下中年大叔，我们也需要有点时尚。我们开始有更多的男装，从这次冠廷跟小莫穿的服装开始会有男装的系列，但以前因为没有男装系列，所以会希望用同样材质做一些服装给我或我的同事穿，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感受更多。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文创产业或者演艺圈不断的新的内容或者是艺术的刺激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就是它可能是激发我们的灵性或者是感性的那一面，那在生活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收藏可能是跟这些相呼应。那我有点稍微觉得跳痛的是有东方的优雅性感，但是占卜个人对于哥吉拉却是极度爱好。我刚才聊到了这中间的关联性是什么？都会先有一个架空的世界观哦，那就是其实不同的作品，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小说，如果是一个奇幻的设定，它必须要有所本，所以是一个架空世界的话，你可能会先想好那个架空世界背后的设定、背后的脉络，不管是人物还是世界。那有了那个设定之后，再来发展，不管剧情有没有带到，至少背后的世界观是完整。大元嘞，你自己会有什么收藏吗？相较于他的哥吉拉，而且他的哥吉拉收藏到有名到美商电影公司的老板还会送他哥吉拉电影海报两款。对，最近一直有收到哥吉拉电影的海报，然后因为也哥吉拉电影也快要上映了，你说跟金刚大战？对，金刚大战哥吉拉，虽然跟我们合作完全没有关联，但还是忍不住帮他打遍。大元呢，也会收藏什么？我的收藏就是我最近开始在收藏那个乐高积木啊。真的吗？对，它有很多主题耶，你是蝙蝠车还是那个公主迪士尼城堡？因为我是平常个性比较浮躁的人，然后我发现透过就是堆积木会让我比较沉着一点、冷静一点。这是一种物理治疗还是心灵治疗吗？然后你又因为堆积木，然后堆到一个就是完整的之后，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我最近开始在收集积木。这乐高同时也是亲子共同相处的好时光。我过年的时候也是花了两个半天，跟我女儿组了一个牛年的乐高。对啊，对啊，你不觉得堆完就是觉得哇，就是自己设计，就像设计师一样，我成就了一个作品出来了。没有错。其实我们现在走在街上，有很多的这个风格，就包含了像复古的这种古着装啊、嘻哈风啊、运动风啊，自己都有自己的时尚哲学。像我啦，我喜欢那种运动时尚，而且一定是修身跟黑的，就是可以拯救中年人的身材，而且就是比较显瘦的。对对，显瘦。那大元嘞，你自己的这个穿搭风格平常是什么？我真的因为可能平常工作穿的太多比较就是华丽的衣服，所以我私底下就是讲求简单，然后就是很休闲的那种。但是我自从到了就是迈入三的这个年纪之后，我就会想要展现一些女人的小性感，所以我现在会比较注重于比较贴身的那种可以显示身材的衣服。其实就是我真的觉得在你生命当中不同的阶段，你的服装风格就会有所不同，对，去展现你可能那个时候的特色。好的，其实说到了这个日常的穿搭，当然我们是自己可能是找到自己的型，然后很适合为主，但是作为我这个世代，对于不同世代当中的穿搭，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需要虚心求教。所以今天呢，刚好大元是年轻世代的代表，加上阿普是专业的设计师，今天希望你们两个可以给我一点这个教学跟资讯一下。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这些特殊的日常穿搭。我们先看到的是2017年，这个也是时装品牌，就是比较类似快时尚当中的一个透视长裤。这不就是达新牌雨衣的概念吗？对，很像穿透明衣。对对对对，但它是在这个店内直接就是贩售的一个单品。对，蛮特别的。你会买吗？不知道，我可能会讲求就是买便宜的雨衣穿就好了。作为国际级的时尚设计师，你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素材的呈现，还是视觉穿透于
各种产品单品穿搭的一个意象。其实各种服装我们都是欣赏，就是它一定有不同的主题跟不同的故事，然后有不同的原因，其实都会很好奇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的确几年前有流行过一阵子有大量的 PVC， 大量的、PVC 材质，大量的透明材质是来做服装的搭配。好的，但这种好像不耐穿，真的除了下雨天之外，感觉怕闷啦。对，还有就是作为女明星，你会不会很担心买那种辨识度太高的，然后穿了一次之后，下次再穿，人家对，真的，我通常都买，就是我私底下也是比较偏黑色系，就我不会太敢穿亮色系，因为曝光一次之后就可能网友马上或粉丝就说啊，这上次在哪里穿过了？对对对对，辨识度不能太高，这辨识度有点。Saint Laurent 的滚轮高跟鞋，所以说这不只是鲜艳好看，还更好玩的一个概念吗？就是它真的可以滚，然后这是跨界是 crossover 吗？可是我觉得这个的话我就懂了，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女生穿高跟鞋不好走路，可是你在赶时间的时候，你就可以先穿高跟鞋滚。哇塞，真的，它是一种帮助，有方式，有功能性，它是就是跨界 hybrid 的概念吗？这还不错，老师。不敢，但跳过，很有趣，很有趣。妈呀！哇塞！丁字长裤，这个是做你们省布料需要省到这种程度吗？就是它真的有在卖，而且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有看过那个网美在深山当中爬山会穿一些很特别的衣服，对。可能这个如果去爬山的话，蛮散热。对不对？那我用那种什么 Gore-Tex 快干就好了、啊，对不对？这样蚊子咬还那个，就是在养小黑蚊。也是，它保有了裤子最重要部分，就是它有腰口、有拉链、有口袋。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专业。对，我们闪开，让专业的来。我真的，你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对啊，我也没有重点都有保留。哦，好，那这样成本比较低，定价也不会比较低。以侧缝来说，成本其实不会差很多，布料成本。但是它该有的缝线全部都最做工最复杂的部分都留下来哦，真的哦，所以其实工没有省到，没有省太多，所以感觉它是穿搭一个概念，穿搭跟穿搭的这个概念哈，这个也是各式破裤，女明星你可以去尝试，你会想要尝试中间这个吗？你有点像包猪肉的概念，还不能勒太紧，不然会很像黑小排香肠。对，但是觉得如果是在工作上的话，蛮可以尝试。但它做工其实看起来也蛮复杂的耶，那些线什么的，穿起来应该蛮久的。或是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短裤的延伸，就是其实它还是一个短裤的款型。我终于知道我跟时尚专业的距离有多遥远。对，保加利亚设计师出品的一个羊毛管状围巾，新台币要8450元。它看起来是蛮保暖的了，但是如果他这时候要吃便当的时候，他的手要从哪里伸出来？节目制作组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来搜寻不同的。对对对，我们的气质是真的，我们是好好说话，专业讨论。但我觉得它价格蛮合理的，因为以针织来说，它的确用了蛮大量的纱线。也用了蛮大量的羊毛，羊毛如果是克什米尔的，可能更不止这个价钱，对不对？其实是很贵的材料，然后又织了很大的范围，它是一个出征的证书。而且供应链可能要能够很完善，然后它的那个就制造期什么都要抓得很长。我们自己就很喜欢用羊毛，羊毛是一个很敏感的材质，它不同温度下都有不同的效果，然后不同地方的羊毛也不同的触感。我觉得它兼具了睡袋的功能。我刚刚有这样想，对不对？是，你知道。而且感觉很保暖，里面不用穿什么，就是一件套上去。另外一种性感，可性感可保暖。你想露肩的都是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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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这个我可能要问年轻世代的大人，就是我常常在这个餐厅当中，或者在一些闹区当中，看到头上卷发卷。对，然后对，那头上卷发卷，就是在年轻的同事跟我讲说，可能是有一些韩综啊，或者是这些网红啊、IG 啊，年轻世代当中他带起来的一个流行。哎，怎么说？
我需要请本人女明星本人现身说法。等一下，我这个是因为我在拍戏的那个休息当中，嗯，然后那个发型师要先让我的就刘海卷度固定在一个范围内，所以才这样子。所以你只有是在这个预备的时候，对，我不会这样子，你不会在这个然后去走在路上。但是我知道现在年轻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子在路上，对，就是因为我走在路上是这样，就是从韩国流行来的。然后他们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先卷着，可是遇到心仪对象的时候把它打开。等一下，等一下，对，对于哥哥来讲啊，就是我看到你卷着，我就不心仪你了。真的假的？对。可是对女生来讲，就是等到遇到心仪对象的时候，你把它打开，你的刘海就会呈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吧，我懂了。那你动作要很快。一遇到了。对对，一遇到马上拿下来，然后让完美状态。但现在很常见，在捷运什么路上都会见到。我一看到就是哦，他们是年轻的妹妹。哦，我现在理解了，是不是他如果还带着，就代表他一整天都没有遇到心仪对象。對，他还没有遇到喜欢的。哦，原来是为了心仪对象随时呈现最佳的状态。阿普，你觉得咧？就是这是一个人生随时要准备好自己。这是一个准备期间的状态，但准备期间状态其实有时候比最后结果的状态还要久。我们有时候看到准备状态，其实是最常接触的。所以，我以后不要再在闹区说他们很怪了，因为他随时准备好，找出人生中的真爱。对，那这是属于他事业巅峰的准备。我在等待工作的状态。对对，让自己美美的工作的状态。来自你的 IG 吗？对，是拍戏。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厉害吧？哦，好，哎、欸，对。我觉得最后我们说在那个还有一张你的照片，女明星美丽的工作准备状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今天就真的，我们的节目是长知识了。原来那个发卷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遇到真命天子的时候，呈现最棒的一个状态跟呈现，真的很不容易。其实今天真的非常开心的，就是邀请到大元还有占卜来，就不只是分享就最新的作品《梦中搜查令》，也让我理解到，我原本理解不能的这个时尚单品的搭配，对，然后还有原来这个就是，时尚设计师自己日常生活穿搭的一些准则，还有女明星从20到30，怎么样从青春洋溢到了能够呈现小女人的性感，其实都有大家有非常真实的这个分享。对啊，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大家要继续锁定的是在这个作品当中有这个墨子怡还有刘冠廷的一个深度的对谈，可能在梦中搜查令里面。我真的觉得冠廷有很多很特别的魅力，人格上或者是说表演真的。我今天也拍谁，你可以要小小的透露一下他们到底在聊什么。他们聊的其实是关于这次演出的感受，因为我们给了他们的人物设定之后，不管是小梦或是冠廷，其实都有很多对于角色的想象，他们也给了很多的回馈。其实大家不管秀的发展如何，或是服装如何，其实都很享受在讨论梦境与现实之间的观点。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以及大家其实要持续的锁定我们 Talk 一杯，以及接下来呈现的刘冠廷还有墨子怡的这个对谈的短片。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也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也谢谢大元跟占卜，拜拜。谢谢。我们也想帮韦伯哥做西装背心，拜托你了。因为韦伯哥西装背心好像需要新的，因为最近发福了嘛。新的版型。好，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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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这杯梦中搜查令的材料有红酒，我们自制的伏特加，然后通灵水跟荆棘。